吗？我看手有去挡，不知道有没有压进去。脚有上去，我知道他手有挡到。没有。是那个是德国吗？哦，一共还是频道看错。哦，对，现在没断的，那个很漂亮啊，可能吧，我是拉不够快的。给他冲进去，反正。啊！我觉得那应该不是男投的吧？我猜了，我爸是男生。好像他是打第三场，可能有点没力了，他很累啊，这样。我今天不要放弃，抱着必死的决心给他点下去。哇靠，背拳！他是冲击背拳，单一支背拳。可能不好用。这边是哈萨克的西拉。西拉，行走。加油加油，不要放弃啊。